咁咧，成個 set 裏面咧，其實所有嘢都係指定啦，除咗呢一個，咁呢個咧就可以任揀嘅。佢 cream 烏冬啦，咁我就揀 cream 烏冬啦，跟住有啲係一個火鍋咁樣嘅，係啦，三個幾多？抵啊 ！My gosh， 哦，啲面頭都要烏冬中午乾啊！这个是 cream 烏冬，我真的超级喜欢吃日式的 cream 烏冬，然后它的特别就是它还放了一些应该是蟹子，嗯，它不会太油，然后有适当的甜味，咸甜咸甜，这个是肉，嗯，它这个旁边没有什么味道，嗰啲肉咧，同炭燒啊，用適當嘅調味咧，係好韓式嘅嗰種烤肉調味，然之後配一啖飯，哦，完美。佢啲菜咧都有啲麻油 mix 嘅，跟住係非常之香。我本身以為沙律咯，但係佢係鹹嘅沙律，有啲芝麻同埋麻油。蠢麥汀咧，形容食物非常之好食嘅形容詞。然之後朋友話咧，佢呢個係蠢麥汀。我哋要篤啲啊！哇，非常之複雜，佢個。texture 食落去咧，好似 cream cheese， 有少少青瓜啦，然之後有少 Earl Grey 嘅味咯，好複雜，但係好食。佢一會令人好好奇嘅味道嚟嘅。試下呢個炸豬排先，炸豬排又係地道嘅日食嘢啊。哦，很脆。跟住呢個咧係一個蘋果蘇打，跟住個人就覺得蟹餡都普普通通，跟住但我覺得好得意，佢呢個蘋果仔咁樣切落去，唔知喺邊度出產有啲咁細粒嘅蘋果仔，真係好好食。本身呢間嘢咧，其實咧我知道係勁出名嘅，但係一路都冇嚟過啦。然之後好彩有朋友嘅推薦之下，跟住就嚟咗啦。因為我已經知道好食，所以咧一早帶定 camera 過嚟。點、真係冇介紹錯，真係大家如果係好想喺韓國食到。日本料理的話一定要來這裡，但是它很多 set 都是放兩人的，我們這個都是二人 set， 然後是三萬多won，很多不同的 menu 可以選擇。咁今日嚟呢間咧就係喺明洞嘅一間日本嘢啦，佢哋係食日本嗰啲家庭菜嘅，佢就喺大厨附近嘅三樓啦。然之後咧就嗌咗個二人餐，咁呢度我發覺佢都算係幾多選擇嘅。咁但係一個人咧可唔可以嚟？其實都可以嚟，你都可以有好多單品可以就咁嗌，唔一定要嗌 set 咯。咁而佢哋嘅全部嘅 set 咧，全部都係二人基準起跳嘅。咁我哋每個人價錢大概就係由15,000 won開始，即係港幣大概100蚊左右。然之後而家咧其實係差唔多8點。時間，但我想俾大家睇，其實真係冇人嘅呢度，係冇乜客咯。跟住我覺得大家如果係行到好攰啊，跟住諗到食咩好啊，跟住其實呢度基本上一定係有，因為今日咧係星期日，星期日咧呢度都冇乜人嘅，其實真係一個平日都唔會話好多客咯。所以開頭本身嚟嘅時候咧，我仲諗要預約定要點樣咧，跟住結果係。唔使，所以我覺得呢度算係，即如果你想好舒舒服服咁食一餐飯嘅話，呢度係可以嘅。咁啊，呢個 set 咧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嘢食。咁咧，而家食一個係蘇巴，佢話係蘇巴啦，但係其實佢係烏冬嚟嘅。嗯，佢嗰啲燒汁咧，然之後會有沙醬啦，跟住咧佢仲有好多靚菜。然之後佢會放咗啲 kimchi 啊白菜，唔係 kimchi 佢放啲白菜啊，係重口味嘅。然之後咧有呢一個係蠔燈鵝，唔記得咗叫咩魚，係咪黃花魚啊？嗯，
普通話我不嬲好中意食嘅魚類，佢用醬煮嘅方法咯，都係偏鹹嘅，所以我覺得好啱送飯。試下個明太子蒸蛋，試下就咁蒸蛋先。蒸蛋係就唔蒸蛋，不過咧佢就放咗啲明太子喺上面，咁樣撈勻咗，夾埋一齊嚟食先。即如果你是喜歡吃明太子的話，基本上加入什麼都好吃，但如果你不喜歡吃的話，你就會覺得不好吃，因為很多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它腥啊，還是海水味很鹹，但我個人是喜歡吃的，所以我就覺得挺正，不錯，即我覺得好過普通一般的蒸蛋，因為一般蒸蛋我其實講真覺得韓國的蒸蛋就麻麻地好吃，它這隻蒸蛋是韓國的蒸法來的，也 是不滑，但我覺得味道就蒸蒸上上。然後試呢一個漢堡，佢咧係包喺石子裏面度煮嘅。誒，同我想象中好唔同，因為通常呢啲漢堡嘅汁都係偏酸，但係佢反而個味，我覺得唔算話非常之濃郁。佢算係咁多樣嘢裏面比較冇咁重口味嘅，肉質就係普通嘅嗰只漢堡嘅質地，即係佢係免治嗰個質地咯。就算幾好食，我覺得。之後咧有個類似拿餅芽菜湯咁嘅嘢，然之後咧佢仲有個火慶住噶，跟住個湯唔會凍。跟住佢呢邊咧有個好韓式嘅就係、鐵板烤豬肉，呢個係辣辣地噶，個味道係偏冇咁鹹，即係我個人其實食重鹹嘅嘢，但係佢都算比較中間嘅味道。然之後仲有炸魚啦。ASMR， 不過不濕，但係佢炸得好脆。佢呢個就係嗰個麵包裡面嘅，我都唔知咩嚟嘅先。咖喱嚟嘅，係咖喱芝士，係可以用個上面嗰麵包皮去點個咖喱芝士。我覺得好食，佢幾香，香料味係重嘅，然之後佢唔係偏甜嘅咖喱，因為日本嘅咖喱偏甜，佢比較似印度式咖喱。跟住咧，佢呢度仲竟然會有章魚小照，下面咧係有，佢上面係有呢個叫七味粉嘅東西，試下先。因為咧，真心覺得韓國食嘅章魚小照都係唔好食的，因為普普通通，章魚真係好辣，因為佢啲辣椒粉食唔到辣嘅朋友會食唔到呢一個。印度咖喱，冇想過喺食日本餐會食到咁多唔同國嘅料理。好啦，咁咧，所以都推薦大家嚟食，覺得食完之後都口味唔錯。然之後咧，呢度一個人咧係15,000 won啦。因為其實我咧成日覺得咧明洞啲嘢咧唔係真係咁好食啦。咁我覺得呢間嘢都算唔錯啦。然後最緊要覺得係環境舒服，因為咧明洞係一個觀光區，跟住成日都好多人，所以咧基本上好似入每一間餐廳咧都會要同人逼，同埋會好多外國人咁樣。但係成餐我都見唔到外國人入嚟過，所以我估呢間嘢其實都係唔係咁多外國人知道。因為其實我本身咧，其實我係成日經過呢條街嘅，但係咧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呢個間餐廳，因為咧佢嘅外觀實在太唔似餐廳啦。所以大家咧下次嚟明洞咧。你要餐厅就试下啦。咁咧，而家嚟到呢間咧就係、是、我都算係呢間鋪頭嘅常客，就喺賢南洞。因為以前咧我係住賢南洞噶嘛，跟住咧其實我本人好中意食日本嘅，咁所以咧我係基本上久唔久就會嚟呢間餐廳噶啦。跟住呢間餐廳其實因為佢喺二樓咯，我每次嚟親其實我都冇見過外國人咯，所以我估佢暫時都唔係仲係咁多觀光客之類，所以咧今次就想將呢間餐廳介紹俾大家。咁然後咧。佢係咁樣一份份嘅，我係嚟過好多次啦，基本上每一個 menu 我都試過噶啦，然之後每一個都覺得好好食嘅。但係呢間嘢咧係偏比較重口味少少，所以中意重口味嘅朋友非常之推薦。而家咧係夜晚嘅8:30啦，咁其實咧都算係過咗食飯時間，所以咧我哋一入嚟就有空位去坐咧。但係我之前嚟可能係7:00到嗰啲時間就需要排隊嘅，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唔想排隊嘅就可以晏啲。咁呢間鋪頭係收10:00嘅，所以大家就可以，如果你係一個人嘅話，你都可以嚟呢間餐廳食嘢啊！呢一台咧，佢都一個人過嚟食嘅，所以大家如果係唔挨自己一個人過嚟食嘅話咧，都歡迎大家過嚟啦！啊，呢、這個蝦吸引好多，好正，兩個都好好食。
咁我今日嗌呢個係 steak 冬飯。佢有炭火香味啊，仲有呢個醬油同埋 wasabi。個人嚟講咧，我覺得唔夠鹹，所以我需要點醬。跟住仲有沙律，呢個係南瓜沙律。價錢方面咧，最平嘅都會有11000，即係大概港幣70-80。跟住我覺得呢間算係整得比較唔普通。